蒋勤和大十四岁老公交往一年半，不顾众人劝阻坚决出嫁。图翻社子 YouTube 振振有词，近期隐秘圈外遇风波不断，除了花花世界的野鸡苍蝇，身边闺蜜兄弟都有可能成为小三小王。但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就有女星在节目分享超正外遇故事，主角居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和老公。蒋勤还是透过邻居发现老公偷吃。图翻社自 YouTube 振振有词，女星蒋勤从17岁就出道拍戏，因而结识与自己相差14岁的编剧老公，两人从认识到交往只有一年半时间便决定结婚。但众人极力劝阻，表示她老公圈内风评很差，且私生活不检点，可是她最终坚决出嫁。蒋勤和老公结婚第7年开始，老公渐渐对她态度转恶，常常言语霸凌，甚至连碰都不想碰她。就有一天，她一位钻研紫微斗数的邻居